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对，因为首先一开始是通过剧本了解到这个项目嘛，感觉这个项目非常的扎实，这个剧本非常扎实，然后还是有一点怕的原因是不知道这个题材能拍能播嘛，然后直到见到导演以后，导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开始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作品，然后就开始跟导演接触，以及导演给了我一个 T 的资料，让我去观察所有的纪录片以及里面的电影的 reference， 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一个产业，让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电影作品。其实潘生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一直在挨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当然很惨，但是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执拗或者说他的固执，他对于他底层他的心里的那个棱角来源于向阳而生的这个概念。比方说从一开始过去什么搞诈骗我不做，再到后面就是没办法被打屈服了，然后再到第三个阶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到那边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开始想得到了自我实现，他在想要不就那就干，然后最后再回归到他根上的东西，就是那股对于正义的执着与倔强，还是想跑出去，就是他是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直到最后那个镜头一缕阳光照射入潘生的眼，潘生把眼睛打开看着这个阳光，到他看到安娜安然无恙，他觉得太开心了，因为在他心里他就笑得跟花儿一样，在他心里正义永存，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他是一个心里内心非常笃定的导演，他胸有成竹，他非常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在每一场戏的时候因为他的缘故每一场戏都安排得非常明白，而演员在现场的信心支点他也在保护的过程中间尽量的去尝试给予演员表演的空间，所以才会能够有各种各样优秀的角色在这个电影里面得到瞩目。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表演上的很多的人物设计道具的使用，以及对于每一场他所理解的这个路径里的他的一种表达方式，然后跟陈姐跟那个金晨老师啊一起打戏，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的节奏，然后从他们身上都学到了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专业专注。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满意的东西，你懂吗？天秤座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我觉得都能更好，只是说在当下那个阶段我已经尽力了，当然我接受所有的批评跟各位演员老师都需要学习，我会带着这种心态以及这个自己的不足够不断的让自己去进修跟改善。你说以前有我给自己打了个分，一说好戏打68分嘛，那这次打分打69分嘛，就长进了一点点。如果你们没有让你们出戏感觉有什么不适感的话，那可能就69分咯。反正我觉得网友所有的评价我们都会穿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会看到，但没有去刻意的去看大家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太多的不够，太多的不足需要去填充跟补充，所以反正还是一个自我的认知吧，千万也不要觉得不管是这个最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就自己不要飘就行。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音乐的表达更多是表达自我，电影电视剧的表达更多是不能有自我，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我觉得我在做的现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专注当下每一个行当，我在尊重每一个行当，然后专注做这一件事儿。比方说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就不会做别的事儿，我就认真拍电影，如果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也会认真做音乐。我只希望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我可以 focus 在演唱会，然后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视听盛宴，然后在拍摄电影的时候能够完成好这个作品，因为对我来说演唱会这是梦的起点，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歌手。我觉得演唱会的亮点就是我和贝壳的约定，我和我的粉丝叫贝壳，我和贝壳的约定，我们说过未来无限大，我们一起走。我也想告诉他们其实
我跟他们是真的是像他们说的一样，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因为我特别感谢他们给我那么大的爱。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否完成，但是我觉得我在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要达到的地方。那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无远弗届。也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可以说一下这个梦想是什么吗？我觉得保留在我自己心里吧，我们一步步看，一步步走。